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南韩国民综艺节目《无限挑战》开播13年，近日收视回稳却噩耗频传。创始制作人金泰浩离开节目后 ，MBC 电视台镜头下震撼弹，宣布最后一集只播到本月31号。据南韩媒体报道，日前经传新任导演崔行浩有意更换主持阵容，元老级班底刘在熙、朴明秀、郝好和郑准夏都面临被换。如今 MBC 电视台证实节目只播到3月31日，确定全体成员将跟随金泰浩集体下车，节目正式走入历史，令观众难以接受。而成员目前正准备录制纪念特辑，新任导演崔行浩接续改版，有望抓主持心血推出《无限挑战》第二季。《无限挑战》宣告走入历史。三社自《无限挑战》官方脸书专页，金泰浩日前离开《无限挑战》。三社自 Refuse Star 元老级班底刘在熙、图朴明秀、郝好及郑准夏等人确定集体下车。